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文字档，影片的文字档，把它做一点修正。好，那这时候你可以搭配你刚刚已经存好。这是红外线感测器。那红外线，好，那你一边看一边做简单的修正。那其实呢，如果你是自己录的，那通常这里面的内容哈，你大概不太需要看影片就可以修正，除非有一些比较看起来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，你再去追一下影片的时间，然后确认一下，然后有一些语助词可以拿掉。好，最后文字整理好之后呢，请你记得把它存档，储存档案。好，这样子就是结束你的字幕的整理。